唔知道你有冇试过想夹二重奏，但系揾唔到朋友呢？如果有嘅话咧，咁呢个系列好啱你，因为咧喺呢个系列咧嘅影片咧，我会同大家一齐拉四重奏，我就拉 second violin， 你咧就拉 first violin 嘅。喺呢条片里边所拉嘅曲咧，都可以喺 IMSLP 呢个网站度下载落嚟，然后 print 出嚟。如果你唔想 print 出嚟咧，亦都可以跟住个荧光幕去拉嘅。
One, two, three, four.
咁唔知道大家頭先嗰五首歌拉成點咧，跟唔跟到咧？有冇邊一度嘅節奏係特別難咧？有冇試下將個速度較慢少少，可能係較慢25%，有冇容易咗咧？如果有其他問題嘅咧，歡迎咧喺嗰個 comment 嗰度話俾我聽。我係小提琴手葉紹羲，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，多謝。